有粉丝问小弟，你们公司需要聘礼还是简历？开什么玩笑，我们可是家正规的精神病院，怎么会要简历呢？哎，大夫说我有精神病，我问怎么治疗，然后就直接被拉来公司上班了，上了半年，现在感觉好多了。哈哈，你愿意化身美少女战士拯救世界吗？下次一定。嗯，我要大哥愿意消灭你。就感觉自己好像也不是特别严重。你们公司这么变态，平时赚得多吗？我就这么说，看见留下那辆带360度全景天窗的节能电动车了吗？全款买的。我从来没见过钱，我对钱没有兴趣。那你们公司这么穷，发得起工资吗？什么叫穷？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？你以为我只有这一个产业吗？这个水瓶和瓶盖可以分开卖，纸板绝对不能沾水，不然别人不收。看见那几个垃圾桶了吗？都是我找的。我们相信他，这么多产业链呢，全款买车，有几个老板可以做到？有没有发展吗？这公司发展近况怎么样？哎呀，校主说最近行情不好，大家都在喝热水，所以瓶子少，等他工资涨够了就会发给我们了。嗯，不说了，我要去做兼职了。哎，你做什么兼职呀？酒吧气氛组啊。瓶子卖完后是准备给员工发工资了吗？开什么玩笑了，我辛苦一天赚的钱当然是去炸玩嘛。哥去校总，那是 Jimmy， 是一个老板，同时也是 Tommy 训练师。你耍我呢？看来你病得不轻啊，钱也这么大。你才有病，这不想要钱啊？那我们换个论点，你没钱就会挂，就没法生活下去，对不对？废话。那是不是可以说你是寄生在墙上的苍蝇呢？不可能。把你打房再给我验证一下，看你是否能够生存下去。给你，等等，这样你能付出钱花上瘾吗？总得有人为你们负重前行啊。等一下，你是在摸鱼吗？我太困了，打了个迷糊。那你困了为什么要睡觉呢？我哪知道这个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是一种身体缺陷呢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身体棒棒。正常人困了也可以不睡觉的呀，你不行吗？确实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早饭店早吃点，今晚加个班调整一下，不收你场地费了。你还是这么爱花钱？干嘛？你不会又要扣我工资吧？怎么会呢？与其让你整天臆想一下工作，不如我送给你看田园小屋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个问题，这种款型的田园小屋要多少钱？那我免费帮你找到一套房子，你是不是该给人中介费呢？对对对，这么不认真管理。不客气，客户员工是我应该的。你们的企业文化是什么？团结，两个筷子掰不断。这不是断了吗？扶起他们没断，只是弯了而已。没有文化，我们文凭都不高，但我们是直男。我没有怀疑你们是不是直男。我知道，但我们真的是直男。听说你对员工做的方案都很苛刻，是真的吗？不可能，我尊重员工每一份创意，员工做的方案我都直接定初稿的。妈 PPT 改了几十遍，最后跟我说要初稿。还有一次，他竟然跟我说要把一个圆转90度。当时他非说把这个圆转了90度，他当我傻吗？那圆有没有转90度，我都看不出来。有员工说你们经常在用休息时间开会是吗？肯定不是呀。哎，到点了，我们先开个会。哎，赵姐，都下班了，去哪儿？过来开个会。有一次我正在厕所拉肚子开不了会，然后小总就进来，我们就边蹲坑边开会，那会开的荡气回肠，一言难尽。你们公司好像允许办公室恋情，为什么呢？哈，尊重员工恋爱自由吗？之前是不允许的，后来公司里唯一的女员工走了就允许了。我觉得她有点问题。恋爱自由吗？我也希望哪个员工能跟我谈谈恋爱吗？真的有点问题。不好买，别买了，回去加班吧。不可能，现在正好剩下这条街美女又多，收入稳定，我是不可能放弃这个铁饭碗。哼，说他两句就卖了。现在的人显得太浮躁了，还有我提前准备了手机支架、配板、拨一开，我直接整个线上线下同步营业。他只做线下，迟早被我提光，然后乖乖跟我回去上班。啊，摆烂也要卷，太不要脸了。还好我早就雇了我家掌柜我妈，让她给我介绍村里最有钱的女孩，用我销魂的身姿和英俊的散发，当个赘婿还不轻轻松松？你好，我是张阿姨介绍的，就你想当赘婿是吧？杀！我那个亲妈，这也太靠谱了点吧？算了，兄弟，这女的也太大只了，你把握不住的，还是跟我回去努力上班吧。等我结婚不要彩礼，嫁妆200个 W 哟。
好可爱的女孩子，别上当了，兄弟，当赘婿要受气，日子很难过的。切，能有多难？其实我是一年级的重量级拳击手，所以随身带着拳套，很合理吧？这很不合理好吗？行了，我们一起回家吧。行，今天我请。好的，少主，站住！当当当当当当！姐，好吗？劫财还是劫色？当然是。当然，当然。如果遇见丑的劫财，啊，不用钱。不，还有，他是我老板，肯定有钱。靠，他这摆明的是想报复我，还有我从小家庭优越，从而接受了良好的自我防卫教育，遇到任何情况都能一招制敌。啊，这么屌？当然，看好了。你知不知道我的律师团队有多牛逼？打人是违法。为什么我这招没用呀？可能他没看过《妄想书法》吧？那没办法了，兄弟，给你讲20块钱工资也付我头吧。我找警察叔叔回来救你。行，不过有个要求，以后可不可以不加班？不可以，你不拼命加班，我就赚不到钱，以后可能连自己的骨灰都没钱安置，你懂吗？我养你啊。这是有加上满了吗？这是你不会的，不一样吗？我试一下再决定，不可以吗？买不起就不要来我们店，浪费我时间。知道了，服务员，阿尔法 boss， 回击阴阳怪气。又买这么多例子啊？是啊，大鹏，那超市出现可划算了。不是吧？还卖打折的东西，真无语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是，谁买这种啊？没听过便宜没好话。你猜我为什么招你进公司？阿尔法 boss。回击阴阳怪气。自从我发现一个赚钱的路，上来听听。只是我真实的照片。我不听都知道，这主意很新。阿尔法 boss， 回击阴阳怪气。这个房间不好了，怎么这么没意思啊？熬了几天夜，连脑壳都没时间洗。哎，社长，你这几年不也和我们一起熬夜改方案吗？你头发怎么还这么轻？就是和我这种头发有偏差的。是为了约我吗？那我得考虑。是啊，丝毫可能救不了你的油，真下头。阿尔法 boss， 回击阴阳怪气。阿秋，你咋喷嚏不捂嘴啊？大家在吃东西呢。不好意思，刚才没反应过来。吃了吃了。皮卡丘，你能不能注意一下卫生啊？人家忍不住，我很容易受凉的啊。吃完的射手就去喷僵尸，别喷我们。阿尔法 boss， 消除奇葩行为。长这样还没视频呢，人就是人家的队友。再说你长得还……我怎么毛我也不太多了？没有，我只是色盲了，是色你配钥匙吗？配几把？阿尔法 boss， 消除奇葩行为。你干嘛插队啊？关你屁事！天哪，你怎么跟我打人啊？他插队还吐我口水，就算他有99%的错，那你们有1%的。那你不去喷那99%的人，跟我扯什么？阿尔法 boss， 消除奇葩行为。今天给你加班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去周游世界？别这么消极呀、啊，来，闭上眼睛，畅想一下此刻我的未来。你开着豪车，我们在四川野外兜风，一路上欣赏着秀美的风景。你一直开呀、啊、开呀、啊、开。上次我有点困了，你替我一下。好的呀，就这样。怎么样？还是挺美好的吧？想象有没有？有本事跟带我去。一级吃两顿，胃可真大。阿尔法 boss， 消除奇葩行为。听说你们公司出现了信任危机，是真的吗？谣言，我们就像 family 一样，互相信任。少佐，你看见我蜜汁小汉堡了吗？没看见啊，要不是我吃了，还搞笑嘞。不是，公司最近老鼠多，我放了药都不能吃啊。哼，哼，过的。太信任我们了，比如相信我们能在3天之内做完1个月的项目，相信我们可以为了梦想无偿加班，相信我们可以不吃不喝不要钱也能工作到退休。他真是一个好老板。那你们公司有什么促进员工友谊的活动吗？请给我来。
我们每天中午都会组织员工出来晒日光浴，在重庆38.7度七的高温烘烤下烤的外焦里嫩，哦不是，是烤出健康肤色，再配合一些海盐，满满的热带沙滩风味。作为从小到大的团建活动，大扫除是必不可少，我都会定期组织员工做大扫除。欢迎传统美德吗？好，厕所又被你拉堵了。那上面写我名字了，你有身份证据证明是我拉住的，太搞笑嘞。哇，那你们公司同事关系一定很好吧？员工们这么好，万一他们辞职了怎么办呢？我这个人很开明的，员工如果想离开公司，我不会勉强他们的。对，看见我脚上这把锁了吧？钥匙就挂在公司门口的墙上，要是我们想离开，自己去拿就行了，很自由的。那你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？差一点了，就差一点了。哎呦，自由，我要自由。